我已经好久没有下载新歌了，先让我把新歌先一次先下载个够好来到。首先是这首，手机口罩吗？好。看一下，这边还有没有其他的？对。这边有一个 Star Beat 的什么 Osino Kodo， 然后这边还有，天哪，为什么觉得我一种好久没有下载新歌的感觉？也慢也慢。而且我发现我家的网络好像越来越不稳嘞，这有点糟糕。然后我还看到那首叫做什么 Heaven's Race Guitar Style， 天堂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天堂的比赛吉他 style， 这到底什么鬼歌名？下次等等。哦，看看，这边还有一首，这边还有某漫画老师的，哇。这边还有一个从零开始魔法术的歌，话说回来，从零开始的魔法术我这部完全没有看过，我是我之后应该去补一下。哦，好荡好荡，这个节奏听起来有点。话说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握起我的板板了，我现在手感已经有点钝掉了，我需要花一点时间找回来。哦天哪！而且我看错吗？等一下，原来是 ED 哦。你确定这张图没问题吗？算了，管他的，呵呵。等一下，我现在抓不到他的节奏，等一下。我勒勒！他刚刚完全直接一整个leg掉，是哪招？OK， 从零开始魔法术就来，我来看看这个白猫究竟有什么能耐吧。我到底在干嘛？等一下。
哦，感觉打起来蛮顺手的，而且我觉得其实还不错听哎。哦，感觉这部给我的印象有点加分的感觉，嗯，加分加分啊。话说我不知道这首是算他的 OP 还是算他的 EP，因为我没有看过这部，所以我不知道应该是这应该是 OP 吧，听这曲风应该算是。为什么这样打也可以有这样？为什么随便乱打都可以 top 50啊？我说你们这群。你们这群有没有在认真打啊？真的是。这。我看一下算了吧。OK，我们再看一下下一首歌是什么好了。这首叫什么 ？Star Beats Hoshino Kodo，完全看不懂。好，嗯。然后这首歌长达五分钟，天哪，这首歌是在唱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好像我的板子被上了润滑油的感觉。我现在只要随便动一下，就变得超级超级超级滑的。哇哇的，应该不是上面有滚史莱姆之类的东西吧？嗯嗯，好，简单来说呢，这首歌打起来其实还蛮顺手的。嗯，就连还没找回手感的我都能够打得这么顺手，那应该是没问题啊。我很担心他之后会被我不断 retry， 然后被我 retry 要吐，因为这首歌好像也蛮好拿 PP 的听。这样玩起来的话，好像。
这种就总 combo 是1900多，1900多还好。我们刚刚这首是不是打到一半而已？ Anyway， 我们先看一下吧。然后这张图本身就是个我完全不知道我刚刚到底忽略小，还有这个真的是六星吗？你确定这不是？你确定这星是没给错吗？我不管怎么玩，这都是八星啊，没有夸张啊。哦，有没有好多了？至少这看起来没有像刚刚一样那么刺眼的天。気は進まないが。唉，天哪，这首歌会不会太难啊？等一下，我是排名148名里面的第145名，我是倒数第3名吗？我该骄傲吗？Alright，Anyway， 好，看，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吧，然后。这样开始终于有人点歌了，然后再来有人点说这个看一下 Packet Hero， 没错，错不到。这边两版本的，哦，这个好了，然后先把 Storyboard 关掉，等一下。因为什么就是我的手机一直在响啊，就他妈的。
像打了，这次打的还蛮顺的。以前打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常常会死掉。其实这首歌要过是不太容易，但是我发现刚刚打的蛮顺的。难道说这就是所谓的醉话吗？我好兴奋哦！有没有破纪录了？再来看下一首吧。哦天哪，歌单变大了。我说你们也太热烈了。对不对？那我们先看下一首，下一首是 The Impress， 效果。然后再来下一首的话是 Superstar， Superstar， 我记得没错，很 Superstar， 不是我要说，可是歌名叫做 Superstar 的歌好像是一波的。这个不太一样。我关于那首歌，我可能去找一下变动。真的有这首歌吗？等一下，我的凤凰路。我真不管怎么看，好像都是我这首了，还是这个？等一下，我去检查一下。不管怎么看，好像就只有这个跟这个了。不管怎么看都没有5.5星。驳回，好。谁妈在？没有5.5星，驳回。Right， 那我们来看下一首吧。下一首的话是 Chinese Restaurant。那个，我记得是什么？上海红茶馆，对不对？好像叫这个名字。快讲，麦有点小声 ，Really？ 麦有点小声的话，就只好，我现在把音乐的声音调得很小，所以可能要请各位观众把声音开大一点，才能你听得到这样子。Anyway， 那，我想想哦，那个叫什么来着？哦，原来是这首啊，这首没有5.5哎，虽然我很想驳回，可是反正。既然这边都有，那反正这边刚好有现成的嘛，那就我发现我们的精准度提高了很多，可是我们的 combo 竟然断掉了。What the？ 啊，算了 ，whatever。OK， 好，那我看一下，刚刚的 Superstar 全名是个框框。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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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哦，拿了活动。好哦，我再重新再找一次好了。对
那这边都没有比较 OK 的谱吗？有啦，这边有一个，可是这个没有，这个不要说 5.5， 这里 extra 都没有，搞什么东西？好，我们来看一下，好，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OK， 我看一下哦， restaurant 是餐厅，不是茶馆。哦，说的也是哦。没有，因为我在没有，慢，我刚刚是纯粹直接凭印象就是直接把红茶馆这三个字给讲出来了，对，我没有特别去理 restaurant 这个字。anyway， 真的假的？它是 love 的谱面吗？那就不能用 o 这边找了，怎么对？找一下。我以后找谱是不是应该要先？哦，原来如此。哦，我找到了。哦，原来是这个哦，原来是这个版本的。OK， 好，请稍等我一下，他现在正在下载中。哦，我是不是以后找谱都要先去 Love 的版看一下？OK， 就是这个版本，应该吧？怎么看都是啊。然后还有 Rocker 是第一名，对不对？哦，天哪，这首歌看起来有点可怕。What the？ 这什么鬼东西啊！对，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首歌那么少人全接了，你知道吗？我刚才想说，奇怪，这个节奏明明就还好啊，就实际上我错了，好不好？对不起，我错了。容许我现在改口，我觉得这首歌要能过就很厉害了。
嗯，好，至少有过，至少有过，至少有过，至少不会，至少没有死，好不好？这种谱还可以死，那我也是。话说回来，拳击人好像也蛮多的，这样看下来好像，好像感觉我有点废废的。Anyway，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首歌吧。快点，然后再来有这边有人点 Louder Machine， Louder Machine 我记得是 Noma 做的，对不对？这样，对吗？对。嘿，对，就是这一首，嗯。然后我发现歌单有点多，我可以先在这边先暂停一下嘛，就嘛得。OK， 好，从这条线之后就不能再点歌喽。对，虽然我觉得应该也打不完的啦。嗯。等一下，这个不能开 storyboard， 因为毕竟私底下当然可以开，但是现在是现在直播会当啊，不行。我还以为刚刚有那个诶。叮诶。我还想明天毕业典礼之后就要开始无聊了。诶，原来大大原来明天毕业典礼哦。嗯。哪个活动哪个活动。嗯，话说原来大大是高三哦。嗯。不是吧，看一下。毕业典礼完了放假超愉快超愉悦，可是我觉得我好累哦。Ray， 那我们先看下一首吧。那下一首的话是是什么Speedcore 300，这是歌名吗？这是歌名吗？我好像没看过这歌名。嗯，好，这首没有。所以关于这首的话，我先去走一下好了。这边没有。这边都没有一个比较 OK 的版本吗？嗯。嗯，好，没有。你妈现这首歌并没有。等一下哦，那我先把它切回来。OK。
不蕊。那我们先看，但是我话先跳过好了，因为这种我发现我找不到，奇怪，就他妈得，到底是为什么？是我，等一下，等一下，是我，到底是我眼睛很差，还是？All right, anyway, 那我们先看下一首吧。下一首的话，有人点这个 deconstruction star。哦，这里有两个版本的。可是既然大家玩的话，那当然是要玩这个最经典的版本。对，玩 Halloween 的一个版本啊。Halloween 做的谱真的是出了名的要人命。话说回来，我的画面有切回来对吧？对，有切回来。好 ，keep going。啊，地狱的开始 ，let's go。好吧，我觉得我能活到这边已经很不错了，天哪。
这太夸张了，这到底要怎么接啊？ Halloween 真的是一个有病的人耶。好好anyway 我们进来看下一首吧。天哪，不管是 Halloween 还是这张谱都一样有病了。OK， 那我们来看下一首吧。下一首的话，这个是就是这个我连怎么念都不知道，这个我连怎么念都不会。怎么看都是这首了。哦，认真的吗？这首叫做中文翻译叫做源流怀古，哎，是吗？对，源流怀古。所以为什么要翻译叫源流怀古呢？你可以去问你的日文老师，不要问我。不，源流排骨那儿。我们再试一次好了。我到底在干什么东西？等一下，等一下，再让我试一次，再试一次的话，我就吃不到这个排骨了。不行，开什么玩笑？
天哪，我们竟然活到这边呢！都还没有到最精彩的部分，超级长的跟超级长的串招，然后就死了。今天哦，好了，能活到这边已经很不错，能活到这边已经很不错了，真的真的真的。我是不是第一次没有开 No Fail 活到这边啊？其实我已经有点忘记了，算是别了 ，whatever。OK， 好，那我们先看下一首吧。然后下一首有人点一首 Freedom Dive， 你确定吗？确定吗？那、Let's go。
我第一次这么完整的过这边呢。哦，哇，天啊！欸，话说回来，我好像是第一次在 Freedom Dive 里面拿到 A 耶，第一次拿到 A， 对，拿到 A， 不夸张，真的。我想挑战看看 Four Dimension 难度耶，既然我们 Another 可以打那么顺的话，嗯。不好意思，anyway， 我们先来看下一首吧。天哪，今天有一大突破哎，还不错啊，嗯。然后再来的话是 Blue Zenith， 我怎么觉得全都是串烧谱啊？天哪！Let's go。
我怎么觉得我刚死在一个很奇怪的？哦天哪！虽然今天手指很有力，可是好像那是左手很有力，右手好像不怎么有力耶。那怎么办？人呢？我们再看下一个，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是什么 ？Kikoku dokoku chikos？ 不不不，等一下，我这么说刚好在念咒语，等什么的？哦，原来是这一首啊。我好想拒绝啊。就某方面来说，跟刚才那个叫什么的，跟刚才那某一张谱有点像。哦 ，Superstar， 对，刚才的 Superstar 超像的。然后为什么你会有两条尾巴？哦天哪！
哦，这什么东西？哦哦，哎，気は進まないが。我觉得我以后还是不要再玩这首歌好了，这首歌真的是，然后我为什么我的为什么会有人在我的留言板发车，真的是，哎。然后再看看下一首吧。那下一首有人点你怎么念呢 ？Apparition 吗？拒绝。Those who from the heavens come， 拒绝哦 ，cam 呢？讲错，然后再来是 roll of pp， 不，讲错了 ，roll of resistance。每次看到这个字，我都不能好好念。为什么这段还是那么难呢、啊？我想哭、哦。话说回来，我想要练一下这个东西。
算了。哦糟，然后看一下哦。OK， 那哦对，不好意思哦，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点歌了。对，然后看一下，那再来的话有人点 DJ Taka 的 Quaver。嗯 ，Let's go。哎，话说回来，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有没有注意到啊？那就是有没有看到说这张背景好像跟你们下载的 Quaver 的背景好像不太一样。这个背景是作者当初做这首歌的时候的旧版的背景，然后我懒得把它换掉。等一下我到底是干嘛？我到底是干嘛？而且这种歌我以前可以过，可是我现在不能过，到底是为什么啊 ？Why？ 我退步了 ，No。算了，嗯，真的是好一个 Quaver， 嗯。然后我再看一下下一首的话，有人点这个 The Pro， 拜托可以不要一直点重金属吗？我并不是讨厌重金属，而我是讨厌那种因为那种重金属很快的节奏而把它做的非常非常非常难的那种串烧谱，那种谱我根本就不屑打。然后再来有一首 Goodbye， 我开的，我记得 Goodbye 好像也是半斤八两吧，可是好像
但是这种至少比较好听嘛，对不对？跟那个什么 Pro 这什么 Promethean Kings 比起来，这个好听多了，有没有？哦，我的心在淌血。好，没事。二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首吧。我这样会不会有点随便呢、啊？然后看一下，然后这边有一首，这个是歌的英文吗？什么？原来是这首啊。気は進まないが。気は進まないが。天哪，这个圈圈的大小，我已经快要眼睛脱窗了。
种鬼东西谁顾得了啊，拜托。Anyway， 我们先看下一首吧。天哪 ，Oh my god， 这真是太可怕了。嗯 ，Alright，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还有一首，这是，等下这首是刚才的吗？哦，原来是这首啊！奇怪，我对这首完全没有印象哎，奇怪。你等一下，为什么我觉得这首跟刚刚的 Goodbye 有点像啊？这旋律一样哎。来，这两首的关系。这两首看起来好像这就歌名上来说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妈，随便了 ，whatever， 管他的，反正这首歌蛮好听的。然后我个人觉得，然后我在刚刚其实有去查过那个这首歌的那个这首歌的交响乐版本，我真的觉得交响乐版本真是好听到一个爆炸，很有那种震撼感。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应该歌应该快没了吧？然后再来这一首。这边有人给创网址，所以看一下。我我的我到底听了什么东西？而且我怎么觉得这张图有点眼熟？我不得不说，这真的是少数，这真的是少数不用给我歌词，我也知道他在唱什么的歌，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要点 retry 啊？我有病吗？
哦，刚是猫，现在是变狗，是不是？Thank you.
哎，能够到一半的还不错啊，还不错、啊。实际上，我现在手机很酸的、啊，天哪！这个不是片，不是才234吗？为什么打起来跟两百，为什么打起来像250？真是见鬼啊！哎，你喂，嗯，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首，最后一首的话是，这个我实在是这个标题我才是不想念，怎么办？Oh my gosh！ 気は進まないぞ。気は進まないぞ。嗯，我觉得我再挑战一次好了。Woo!
哦，我刚好像死在一模一样的地方哦。啊，不行，打到这边真的会没有力气。嗯，好吧，那今天的欧斯直播就先差不多大概到这边结束了，因为我发现有点晚了，而且我觉得等一下我应该会被扣去睡觉。嗯，瑞娜，嗯，好，还请各位观众不要再留念，赶快回去睡觉，拜托，回去睡觉，拜托，不要明天爬起来然后就怪我嘿。没有了，没有没有。那嗯，差不多已经十二点多了。好，那我相信明天大家还要上班上课嘛，应该没有人。啊，好了，除啊好了，除非是成年人，不然的话应该都要上班上课。哎、欸、，anyway，OK，、okay, 那今天就先到这边结束哦。然后我是天堂一只师弟，我们下一次欧叔直播再见，拜拜。话说我已经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开始那边录影片了，那就很糟糕了。